过后我再看一下文件啊，行不行？对，考试就是我带的这个叫什么东西？你带的口蜜。口蜜还有一些证件什么？嗯，对吧？我的那个 ID 什么的。对。啊，哎呦，好重。从前面走还是吊车走？你就向前走就好了。向前走、啊。挂档，你不用关机，直接开就好了。我看看这舒服。Okay, right turn. 对，很好。没有人了。继续收。有人吗？有车。你再看。这儿已经准备好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都提前看的。然后这个对面有没有转过灯？红灯，我等他全绿的走，那安全点。不，一般不要。那他停住了，绿灯了，等着这个人。他必须上那个道。那当然了，过中间线。好了，走，拉推什么的。这个是零起步缓慢、嗯、就可以了。这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，出事都是在红绿灯上。给前面这儿 right turn， 看着绿灯了，十的速度了，直接过，推，再接住，推，使劲推，你这角度不够，还好，感觉挺缓和的，就过去了。记住不要掉十以下，那掉了你就想着哦，我扣了一分，你只能这么想，你在别的地方去挣回来这个分数。打右灯啊、哦，拐进去啊、哦，这是第二位门口。你这车身都窜不上去了，你这车身一个往上走，窜上去，也有点。你不觉得这油门变成二了，一点劲儿都没有吗？对，踩住，直接打进去。看，有点劲儿才好。你帮我加油了。我帮你加了一点。哎呀，你这手不停的在倒，其实好像你要在一脚一摁定的时候，啪就转回来。我今天早上又看了一下，就 DMV 进来是五左右，我那没控制好，就控制到23了。我想控制在五，但是有时候我出我走了。准备 ，Go。你能过去这个车的没关系。哎，这就非常好了。啊，他就是说右转要尽量靠右，翻译过来。绿灯走，真是直行。还是警车呢，在他面前一弄，坏了。反正他堵着了，这个倒好，这可以，是吧？嗯。右转。向左打一下，往前走，对，这样远距离一下，然后往回打。可以了，回了吗？走，慢打，接住，再打，一点一点打，对，两三下停一次，加油。回轮 ，yes， 回正，对，垂直向前走，试探一下，应该可以了，好 ，parking。呀，结束。没有人，走吧。没有人排队。嗯。好，我们准备。我开始叮嘱你一下啊，你今天就把过路口左右看，你一定不减速过右看，你把速度定在一个速度上，知道吧？这样你还有时间左右看，是吧？居民区右转回头，对吧？然后变道不刹车，可以松油门，
啊，一定要回头左右看，他有车也要回头，这是关键。你说有车你不敢动了，他看不出来你敢不敢什么的。然后绿灯左转让直行，然后红灯右转二次停车，就简单说了就这样。然后注意二次停车的路口来向有车有没有，好吧？大路是40和35，就两种速度，没有自行车道。谢谢教练。绿灯左转让直行，比我们想象的那种距离还再远一点。然后一个车一个灯，他走你再上来再看，啊，如果完全就是整个没车，就是顺溜着走，啊，红灯右转二次停车呢，就看你左向和正前方，是不是他开始转弯过来？大型路口才那样，小型路口基本上没有对面转来的车。就这样，把握这几个红绿灯、变道、大路大错，你就能过了。pass 了，看到了，8分8分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恭喜恭喜，请教练吃饭吧，哎呀，我太开心了，谢谢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太好了，他我们去，有朋友，去换这个去，对，来跟我走，我们去，还拿什么证件吗？没有，拿你的包包就好了。放心，有问题待会再过去解决，回家再加上去的。谢谢教练。啊，好。了一次。往前走就好。今天人特别多。